母亲节快乐！你看，母亲节快乐。那有没有对妈妈有什么表示？嗯，送礼物什么都没有。送什么？一双鞋子。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。好，母亲节有没有想跟妈妈说的话？妈妈，我爱你。呀，母亲节有没有想跟妈妈说的话？妈妈，我爱你。好，我们请四零国小的队。看这边。平常他乖不乖？还好啦。为什么会让他选择踢球呢？其实是给他，他有那个兴趣，就让他那个啦。喜欢踢球吗？喜欢。那今天母亲节嘛，有没有对妈妈说的话？啊？有没有想要对妈妈说的话？嗯，我爱你。这样，来亲亲。亲亲。哦。母亲节快乐。啊。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。啊。母亲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啊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。嗯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哦。你刚刚会送给妈妈。真的吗？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。